韩国艺人任乃英在 Produce 101出道视频被扒，五年练习生终于熬出头，想往事念心酸，难控激动情绪的任乃英一动抽泣不能自已。然后神奇的一幕发现了，他拧了一下鼻子之后，鼻子居然陷进去了，吃瓜群众表示受到了惊吓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整理报道。